Hello，妈妈。今天我们出来玩好不好？好不好玩？来看医生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们今天来看医生好不好？喜不喜欢？妈妈，喜不喜欢？你说喜不喜欢？喜欢点头。昨天有那个基督徒来看你哦，为你唱歌哦，记不记得？啊，记不记得？来唱歌，耶稣爱你，有没有？啊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有没有？有两个杨小姐来看你哦，他们为你祷告哦，啊。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昨天有那个两个基督徒来帮你祷告哦，对不对？哈。啊，今天是礼拜一，对不对？今天礼拜一，有吃饭吗？有吃饭吗？刚刚有帮你。刚刚有带你从家里转车到西门，然后再转车转到这里。啊，这样的话只要转一次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刚刚我们就转一次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上次我们从后山皮到忠孝新生。然后又转到古亭又转车转到台电大楼，转两次车哎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次只有转一次车，对不对？哦，比较没有那么比较简单。那个捷运的那个保全先生、引导的先生告诉我们，只要转一次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聪明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上次，哦，这个笨女儿转了两次车，转来转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次转一次车就到咯，好棒哦，对不对？你说对，点头说对。刚刚我们来的时候有吃东西哦，等一下肚子饿，我有帮你带牛奶哦。等一下六点，如果还没做完，我就给你灌牛奶，等一下就有东西吃咯。好不好？口渴不渴？有没有口渴？有没有口渴？啊，有没有口渴，妈妈？口水吗？口水，擦擦。口水，擦擦。等一下帮你灌水好不好？口渴灌水啊。等一下六点饿的时候我带牛奶哦，等一下给你喝牛奶好不好？啊，要不要喝牛奶？要不饿？要不饿，妈妈？有没有饿，妈妈？妈妈饿不饿？有没有饿？鼻子的地方我帮你按摩一下好不好？按摩一下鼻子，按摩一下鼻子，这伤口比较容易好哦。按摩一下啊，按摩一下鼻子啊，
伤口会很快好，对不对？按摩，按摩，按摩，按摩。嗯，按摩一下哦。嗯，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哦。看这个美丽的小姐在帮你做测试哦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。好。